点，来，小凯，欢迎我们暴龙的代言人王俊凯，辛苦了，小凯，先跟大家问声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嘉宾们的到来。今天确实因为天气原因，对，那个航班一直延误，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啊，我们先是在机场等了很久，然后发现可能飞不了，就去高铁站。是。高铁站，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也人票卖光了，对，票卖光了，所以是站票。所以你是站票站过来的？没有没有，然后我们是到餐车坐餐车过来的。哎呀！但是非常就是还是来晚了很久，今天确实也特别晚了，也非常抱歉，大家久等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小凯说谢谢，对不对？真的那么辛苦，这样的天气，然后还坚持一定要赶到我们今天欢聚日派对的现场，为的就是跟所有的现场的粉丝包括各位来宾一起来共同享受今天这个派对。而且今天小凯很帅，有没有？完全看不出来是坐餐车过来的。今天这个造型，而且以往好像没有看到过这样啊，今天很有这个很斯文的一种总裁的感觉。今天戴的因为是暴龙的光学眼镜。哦，光学眼镜的意思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代言人。